罗文书法之称，郑涛君对上必秀楼，出完这班，将功立名实力，何有宽算？只可惜郑涛君第一次为秀龙口单独出战，我是不能绕开啊！由我先点一手吧，天不如用，不去八卦，就会何斗去？杨一星乾坤洞，五行呼应。锦绣之身，这个男扮咯。杨一星乾坤洞，迎敌天降。再来，去。危险啊！都是知道，你秀楼兵攻不进，无形将其终是诛杀。郑涛君手严对，同时先必心生之急。我看你灵活及时，是否都是路？那是乌魔。难道？气焰变低，好、哦！哎呀，这个要怎样闪避？无人之处，我兵必乱。郑涛君必将这撮兵器用兵术暗斗敌。好、哦，终于完成了。钢琴之钢雕令，不准钢丝。待我反击了，不准看你的路。哦。看你的无形火焰令，天高何时？不妙，因为气顺呼天，因不兴三贤化斗印，愿天不准难度，一小楼天法也为风神，不准一时气足，无法攻关。有些不欢，但这幽灵困不准得救呢，偏执住，哦。不行，什么？不妙！李白喽，无问得还。就在无问得还大出一物之时，郑涛君不准东西消息，在场众人纷纷惊愕。从外之处，不独自人呢？我们突然消息不见，体现彼此相遇结束，出路已经结束。因为郑涛君此人根本不在公开庭，被秀楼用众人解释清楚这是什么情况吧？是，众人也记得昨日公开庭聚会吗？郑涛君以别物为媒介，在晚风西风都是。此前又是东洋的得力，郑涛君必须认为，只要用处罚彼此都是，以便能立于不败之地。那你又是如何察觉？这一点，彼此前郑涛君特意提出，不准双方对所在之地施术。同时，我就察觉有异，因为这便是他为了防止我。使用无问得还所设的条件，只有如此简单，当然不止。第二点，动员的别物代表郑涛君对其隔空施术的信心。第三点就是镇中，他中武之剑以透体而过，便是当时的郑涛君继续幻影，为是实体。所以我便设法将别物打出圆环，再设下无问得还。
镜头君施法变化，自然消失无踪。哼，因为到你这个黄绳啊，对阵当中要另注意阵地所在。啊，上面了。